事业危机重重，想改变现有的架构，但却又受到来自合作关系的平衡与自我改变和突破的压力。不过你的学习和灵活性为婚姻带来了协调和成长。双子满月后的月亮与凯龙木星形成了 T 三角，月亮为端点行星，为此满月以后如何在成长与过去的伤痛中保持学习和灵活性成为了今天的主题。海王星同时与太阳、水星、土星的四分相，则在暗示着我们的理想和梦想承受着来自自我追求、沟通、学习和责任等的压力。冥王与金星、天王的 T 三角，则在暗示着如何在平衡人际关系和自我突破的压力下，挑战和改变传统与旧有的模式。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